你什么时候知道这件事？从什么时候认识他？我想请问一下，你这个人是？你不要防备心那么重。好，不要防备心那么重。我想请问一下，这个人你是透过什么管道认识 ？FB。对，那因为我最近 FB 还蛮高调的。对。你有遇碰到他的？是我说，你是本人吗？对。对。那这样子好像不对哦，因为。你们这样好像做好，这样好像没有啦，我们也是都大家都是好意啦。对对对，可是因为他跟我说他还有台湾的朋友，他就说他还问我说我是不是第一次就是汇款，我就跟他说对，他就说你们不能这样子，你们规定不是这样子，所以我就不知道你们谁说的是对，然后他也不愿意，不愿意就。类似网络上的朋友啊。是没错。那个图贴啊，吼，图贴不一定是真的啦，你相信我们吗？你对啊，像这种很多的手法这样的啊，我们已经遇到很多，那你如果要再联系的话，跟他联系没关系，但是你一定要听我们讲，你不要再把钱汇过去。没想过这个啊。这个你随便上网一看吗？我看过很多了，所以你不用跟我说那么多。但是，我现在就是要知道。他一开始都会先要求你汇小笔。我知道，而且我基本上只会汇这一次，我可能就汇下去。我已经跟他讲过了。所以，但是问题就是，你们现在是基于关心的朋友，可是其实你们不能这么做，因为人家怎么赚钱？因为我也还没有汇款，所以根本就还没有发生就是就是那个诈骗的事情发生，因为我现在还没有汇款。不是、啊、小姐，你汇了就损失了啊。我没有关系啊，我就当作是我买一个教训的，你懂我意思吗？而且以前也不错啊。但是你们现在这样子做好像是违法，我没有违法，我要阻止你兑换。好好，那我就不要汇好不好？对对对，阻止，对对对，好好，就不要汇好了。但是